最大亮点呢，我们觉得一个是形式上呢，我们选了弥勒圣坛，它那个穹顶啊特别高，中间一个圆柱子起来，然后底下一圈 LED 屏幕，本身看上去就像一棵参天大树。我们第一个节目呢，就是在一个参天大树象征着佛教在中国得到的一个蓬勃的发展。内容上呢，我们要强调一个我们的叫佛教的文化性、思想性和世界性这三大性。